谁说的点券车不可以跟钻石车比的？那么这期呢，我偏要比，因为咱电竞以科技先锋，性能完全有这个实力，能拿捏很多钻石 A 车，当然不是拿捏炸药双生哈，拿炸药双生来比呢，是想给大家看一下科技先锋它在炸药双生面前的差距，你们就可以懂它有多强了哈。那炸药双生算是比较强的钻石腾空 A 了吧，仅次于流火裁决。那么现在看一下作为点券车的科技先锋跟它的差距啊，两者呢没有纯喷等流氓属性的情况下，同样使用了相同的跑法，而差距呢两者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平行状态。这还是不考验集气的地图，如果是考验集气的地图，那么科技先锋它的集气特性会发挥它的优势啊。当然战双在长延续地图也会有它的优势，综合性能肯定也是战药双生强，但是科技先锋作为一辆免费的点券车，跟战双只有这点差距，我认为还是很不错了哈。当然只是单论计时来讲哈，实战你们体验过科技先锋的也都懂是吧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